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那边？嘿呦，这里是小白，欢迎来到我的巨龙与魔兽。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。Fuck！白痴哦，到底在干嘛？怎么一开始下来就直接死掉嘞？我的经验、算了，不重要。这一次的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坟墓还蛮可爱的啊，白色的。嘿嘿嘿，这个可以做纪念，这个可以做纪念。你不要吵，闭嘴。这坟墓也太大了，放这里放这里好了，放个纪念啊。我觉得这个坟墓还蛮好看的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哦哦，我那只龙要怎么叫下来？吹口哨、我不会吹口哨，其实就把它留在屋顶上好了。也许我们应该不会再用到它了，也说不定。对，我们上一集应该是龙的大小大到可以剪指甲了吧？我要收集它的指甲屑屑哦，小朋友。给我下来，你听见没有，小朋友？我数到三哦，你会看到我在叫你啊。他好像有听到，但是他头弯不下来。那他是闲，我现在让他是那个坐下的模式哦。现在几乎不可能理人啊，我又要自己爬上去，真的是。对哦，上次还拿到这个哎，他那个锤子，那个怪物的魔兽的锤子，看一下多大。哎呦，怎么攻击？哦，好重哦。右键没有反应，但是左键可以。但是举起来超慢，因为太重了。那等一下来找一次怪锤锤看好，也许他要被我敲一个变成知识分子之类的。用这个剪，你的这个指甲剪真的好贵，用钻石做，真的是很不要脸。哦，我剪热，哦，是血血，有了啊，我可以剪几次？哦，不行，可能要等待一段时间。对，他的指甲是需要时间长的。嗯，只有给两片，这个是龙鳞，那这个龙鳞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拿来做剑。然后还可以做铲，它好吵，真的好吵，吵死了。然后还可以做镐，可以做锄，可以做龙袍。哇、哦，这听起来龙袍好像某种皇帝在穿的龙袍，有没有？哦，好猛的感觉哦，好猛的感觉。看一下防御力多少，忘记看了。它的防御力有五跟四，是不是？五跟四，那我的绿装嘞，20跟8。龙袍也是没啥了不起的嘛，还是我的那个什么，还是我的绿装厉害哦。有十哎，有伤害很高哎、欸，你要不要？啊，锤你哦，十哦，举起来好慢，太重啊，太重，嘿嘿，这对我来讲太重了，我拿镐子敲就好了。这个还可以附魔锋利耶，它是一把锤子，没事附什么锋利，应该是也要附个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重力还是什么的，反正一掐就会大地震荡那种。哦，天哪，我的龙已经变成我家房子的装饰品了。这一集要干什么呢？要挖矿。对，我们的这个还是很少，我想要做装备，因为我想要屠龙啊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好想屠龙啊，那个就是装备不够硬啊。你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哦，一二三四，哎，是不是因为有耐久所以没办法做？哎，真的有耐久就不能进化了哇，还要修。可是我现在铁那么少，我铁真的好少哦。我现在剩下多少铁啊？也还好啦，一组多。我想要做十那个什么铁砧的话，是不是还不够？那再来怎么摆去了？忘记了哦，原来是摆一个这样子、哦。这是什么？某种血仪式。我终于开始进化了，你们再也不能叫我绿魔人了。我开始变红了，这好红哦！天哪！可爱，我突然觉得这个好可爱，好 Q 哦。钻石目前还有很多，不过如果说我们红色系列要升上去的话，就要开始吃到黑色的这个钻石了啊。黑色钻石目前红钻石又没有了，对，所以我们的升级阶段就是绿、红、黑，完美。你们觉得黑以上就没有了吗？不，黑以上还有这个，这个叫做不是什么很。这个我翻译一下，它叫做超 ban 黑红钻石，超棒棒的硬邦邦的装备。对，这个叫做地狱钻石，地狱钻石就是制作方法极度的高级。你们会发现这个地狱钻石一颗就要这么多材料，这个就是那个血钻石，九颗做一个，然后九颗做一个呢，这个也是黑色，也是九颗做一个，所以你需要这么多个才能够合成一颗地狱钻石，然后这个地狱钻石才能够拿来做最终版的武器。你们看到这个伤害了吗？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个10000，那个我不知道是多少，反正这一把剑打造出来，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一只怪可以挡得了它。这是很高级、很后期的事情，跟你们介绍一下。
万事准备 OK， 然后我把我的农田呢全部换成胡萝卜了，那就是 OK， 那我们就出发。嗯，还不错，一下来就看到煤矿，嗯，好的开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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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级的哦，好痛！三级的魔王先生，三级的魔王先生，小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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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陷阱！来呀、啊，你中啊！你为什么不踩他？你为什么不踩他？哎，他伤害很高，重点是他只是中了陷阱，魔法陷阱。哎呦，哦。老大，听我的，攻击他。老大，好像没用，他只打到他自己。哦，老大会瞬移耶！哦呦，来来来来，啊，继续继续，我不能让他直接那个哦，不能让他直接打我。这里是不是？难怪这里是那个啦，附近的哎，那是武器，又是一只，又是一只，来来来来，嗯、这个是啊，这是血钻的，一直都在这里哦。原来，哎呦，你干什么你速度那么快是哎呦老大醒了、啊、等一下小力一点啊，这个有点像轻轻一碰就会很容易崩溃那种。哎呦想射哈哈，你速度比我快吗？哈，你射的速度比我这样讲好怪怪。哎呦太多了吧，不要过来哦，不要过来哦，密斯不要动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一定要赶快解决掉。你干什么？我好强哦，我简直强到爆哎！喂喂喂！啊！你为什么射我？我那么的对你这么好，哈！哎、啊、哎，我打他会醒。如果他在被我魅惑的期间我伤害他会醒过来。我听到怪声音哎。哦哦哦！啊，你走在那边，谁命令你来的？魅惑！哦，等我一下。啊，他怎么在那边？我想跟他，我想玩一点好玩的，在他身上。那个，来，他现在要被还速了，嘿嘿嘿！来呀，快来打我啊！我这样真的好欠扁哦，真的超欠扁。干什么啦？冷静哦！怎样？怎样？出阶魔法师惹你是不是？没看过出阶的，是不是？我等一下学到高阶了，我告诉你。那个 ，Hello， 你是不是想拿你的锤锤揍我？快点，快点！别，叫声真难听。我为了他，我的电已经剩一半。法杖也是需要充电的，但是我没有带行动电源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那边？他是……我现在有点畏惧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！他过得来吗？他过不来吧？啊，他被插了一把剑！我要打他吗？我打他！哇！没事，我还没有受伤。魔法打不了他，还是别招可以。点燃，他免疫。密斯，他干嘛？他现在全身都是火，他现在会打我吗？哦，好，我不是你的敌人，但我不知道你是谁，看起来有点厉害的是，你好帅啊！你看我也很可爱啊，对吧？我可以打他吗？没有用哎、欸！哦，没事，我还活着。可是我伤不了他。哎呦！哎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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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盾哦！你们看我的盾，我的血量再一次，我挡挡看，我挡挡看，挡住！哎呦，会扣血，盾牌有挡，但是好像还是会扣。可是我这样伤不了他。
死掉了、欸！哇，哎、欸、他，哎、欸、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掉了个他的斧头，是不是？好像是他的弱点，他的弱点好像只要太大了吧？哇、哦，还有技能呢、欸！我可以左挥右挥，我到底来干嘛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路过，我只是路过。哎呦，哎呦，吃我大铁锤，吃我大铁锤，这死了、欸！嘿，吃我大铁锤，吃我大铁锤，好大啊！刚那个巨神兵其实也还蛮难对付的，因为你要趁他，好像就是要趁他拔不起来那根他的巨锤的时候，就要趁机从他的弱点攻击。我觉得这个模组设定的还不错，要么不是，要不是这个我稿子太强，我基本上应该是直接被打死了。真的，我真的是这么觉得。对，还有他的头、欸，哎，哦，我也变巨神兵了，小白巨神兵，好可爱哦。他是一个，就他的面具，但是好像疑似没有任何的防御，只有加二，可以附魔，但是也没有多好，不如我带回我的绿。很棒，这样就很棒。你在那边讲什么、啊？什么绿绿绿什么的，这样就很帅啦。还有好多生怪砖哦、啊。哎、欸，哇啊！哎呦，背叛叛徒是叛徒出现了啊！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。走开！这是僵尸了，你们来这里干嘛？好多魔法书哦，好多魔法书哦。哦，学魔法，学魔法，魔法魔法。有见习大宗师魔法师，宗师就是最大的哦，酷酷酷！还有见习魔法书，哇，我真的是看了魔法书好兴奋啊、哦！还有这个卷轴是点燃卷轴，跟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、欸，亮亮，嗯，矿物挖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的食物跟火把也用完了，就先回家吧。哎、欸，我有召唤光源魔法书哎、欸，我刚刚才看到。点燃，我觉得点燃不太有用，因为点燃好像不是很好。我们直接把它盖过去，变成召唤光源啊，魔法书，召唤光源来试试看吧。诶，这个这一招嘛，好美哦！天哪，我可以召唤很多个吗？我在外面试试看。哦哦 ，CD 很短，马上就可以使用，而且在空中也能使用。你看，他一定是在那瞬间想要射我召唤这个光源，他直接先瞎掉，然后直接摔下去。哎、欸，好美哦！这就是魔法师的小确幸。来看看目前挖到18个又这个，然后哎，钻、欸、这我放错了，魔法书这样放进去。哎呦，多一个马鞍呢，又可以骑龙了。我来看看升级1、2、3、4个，然后再加鞋子。1、2、4、5、6，可以升级，可以升级，有了，血钻帽跟血钻鞋，终于在这一集转换了，从绿色进化成红色，超讨喜，终于可以暂时摆脱绿白之类的这种言论，太帅了，我们的防御也大幅提升了，希望这一套可以，我觉得他还是耐不住岩浆，对，好的，那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拜。